桌面上准备好了是中秋节会当用来烘肉的食材，因为了中秋烘肉的菜干需求，市场因为特地白来推荐着台南在地又个当季的烘肉食材。这个石目鱼、黑轮，还有这个鱼皮卷，这些东西都是高营养价值，而且低热量，那很适合现阶段的现在的您的人的健康饮食的食用。这套诉求的健康，同时低脂肪，搁会当来烘的沙白鱼的这个菜单，包含着料理好食的沙白鱼，同时搁腌陈等等这些材料。市场表示讲，中秋节团圆吃好了，都爱选择着无负担的食材，沙白鱼就是其中的一项。而市场所推荐的菜单当中的这些海产，是由了现状国际甲客家在地这些养殖户来做客座，以着生态养殖环境做着产地健康环境，伊家工厂更加是取得着 HACCP。顶顶的国际认证，同时有三小努力加检验合格证明书。我们看到现状，他们采用最新的全自动化的这个生产，只要一天只要30-40个人可以生产出8000片，你可以看到那个产能多大，而且每个人都戴手套，然后都穿全身的那个隔离衣哈，那事实上都不会这个人的手都不会沾到鱼肉哈，那不管在去鳞或是包装都是全自动化。那我们觉得是这是既符合卫生而且又安全的一个石目鱼的这个料理方式。石目鱼具有着高蛋白、高钙质、加低胆固醇、低热量、加低脂肪五大特点。中秋烘肉选用着正着时的石目鱼作为食材，美味佮健康。南天新闻综合报道。